类型的男生。我也挺喜欢吃川菜的。那你就吃点吧。果然还是我不够好看，都不单独跟我吃饭。同学们应该都对大学的恋情有一些憧憬。哎，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？好酸。看书，你跟踪我，还打扰我写串词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